天的美腿女王即将揭晓。首先我们要来颁发的是台风奖的部分，有请的是我们名摄影师陈冠年上台为我们颁奖，掌声欢迎我们的摄影师好不好？耶，摄影师你好。当然其实呢，我们为了公平公正公开，有些老师特别来揭晓到底是我们现场的哪一位参赛者可以获得美腿女王的台风奖。恭喜九号叶雨桐小姐，掌声欢迎。恭喜我们的九号雨桐，请老师来进行颁奖。我们陈冠年摄影师不仅拥有了多年摄影的经验，在今天现场当中，他透过他锐利的眼睛来评选出每一位参赛者，这是获得我们最佳台风奖。恭喜九号叶雨桐，恭喜恭喜！有请我们的摄影师跟雨桐一起合照，好不好？来，我们右边的朋友也来，一同来合照。我们展现出自信的笑容，得奖的荣耀。来，中间的朋友请准备一下，左边的朋友，他是我们最佳台风奖九号叶雨桐，掌声恭喜我们的雨桐好不好？请我们摄影师还有雨桐就右边的舞台位置稍微等候一下。是的，越来越接近呢，我们今天美腿女王的冠军的揭晓。在第三名的部分，美腿女王的季军，我们特别邀请到一样呢，是刚才特别透过专业的讲评，我们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助理教授陈嘉喜，我们陈助理教授上台来为我们颁奖，掌声欢迎老师来颁发美腿女王季军。今天我们的季军是哪位自信的妹妹？十一号郑慧欣，掌声欢迎！刚才透过舞蹈展现了力与美的慧欣，耶！来，我们往前站一步，我们给慧欣热情的掌声好不好？恭喜她！刚才带给大家活力四射、精彩的舞蹈演出，同时我们的季军可以获得统一百吉百货所提供的5000元的礼券以及其他的奖项部分，让我们恭喜十一号的郑慧欣，谢谢老师。那么请我们的得奖的朋友持续在舞台当中来做等候。接下来在今天美腿女王的假军部分，我们要为您邀请到，当然就是我们最亲切而且呢亲力亲为，从100吉百货高雄店的顾问建善文彦来为我们颁奖，掌声欢迎我们顾问来到我们的舞台区，为大家颁发的是2013年美腿女王的亚军。3号于小姐，恭喜我们的小孩获得了亚军。一样请我们的顾问为我们的小孩披上我们的亚军的荣耀，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还有我们的小孩呢，今天透过国标舞让大家知道他每天跟双腿谈恋爱，所以我们的健康、自信跟美丽这是来自于不同的运动、不同的保养、不同的自信，掌声鼓励一下，也恭喜妈妈哦，女儿好棒，得到了亚军。同时请顾问持续来做我们10000元投100吉百货的礼券部分的颁奖，谢谢谢谢，也要谢谢我们的顾问。好紧张哦，现场所有朋友们，
我们现场还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位我们的参赛选手，包括我们的二号慧琪，还有我们的七号盈之，以及我们八号的世晴。我们现场这么多的朋友，到底谁是2013年的美腿女王冠军？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蛮10名模小蛮，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去来，我们颁发今天第三届美腿女王的冠军。好紧张哦！其实我们今天表现的所有的参赛者都是非常棒的，但是第一名我们的冠军这位就要由小蛮来揭晓。冠军就是八号王诗晴，恭喜诗晴！是的，我们请小蛮呢来为我们颁奖。除了有彩带之外呢，一样有我们的奖杯。耶！现场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恭喜八号王诗晴获得2013年美腿女王 No.1。耶！恭喜诗晴。还可以获得我们15000统一百积分获得礼券以及所有有超值的好礼。今天由我们的小蛮特别来颁发出今天蛮腿女王的 No.1， 请我们的小蛮跟诗晴往前走一步好不好？是的，那我们其他的得奖的朋友我们都站到中间来。我们请现场所有朋友准备好你们的相机，我们让这些得奖的美腿女王一起入镜。来，我们请左边的朋友准备一下好不好？2013年最佳台风奖，我们的季军亚军还有我们的冠军得主终于出炉